饺子刚出锅。这个青椒酱就是山野菜馅的啊，再来点剁手蒜，那个八宝菜，砂锅米线，加点小配料，多点麻油。这个麻油特别麻。哎呦，米线三件套。糊弄糊弄啊！先来一口汤。
就是鱼黄馍。米线多放点麻油，巨爽！我跟你说，鹌鹑蛋。